升级这一块，我们刚刚有看过，有这个早上有剪接过，也有多重剪辑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段嘛哈，如果说你觉得像我们多重剪辑是自己手动判断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想要它自动判断，这个叫一场景分割，也就是说，也许我一段里面我可能拍了好几个部分，但是忘记停，那它可以帮我们自动把它切割出来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方式，所以老师可以参考。那另外呢，针对影片的部分，我们还会有两个，一个叫分割音讯跟静音。因为我们刚刚有早上提过，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场拍声音很吵，对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可能就考虑把它静音，或者把音量的调整把它降低一点。好，在这边做哈，那右手边这半路半途应该比较没有问题。那么分割音讯要做什么？分割音讯呢，把声音跟影片分开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效果，影是 OA，就是无影，但是有一个旁白在讲话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影片跟声音拿开，啊，等于说我只要声音或者只要影片的时候，我不用说啊还要静音啊干嘛的，因为我声音都可以独立播放，好，独立播放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尤其是这种片头或片尾啊，比如说做一个结尾 ending，按一个老师在讲话。他可能画面不见是他的，对不对？直接拍到，我们用别的来。哎，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声音把它分开来，好，这个叫做分割音讯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这边哈，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属性，属性里面呢，事实上当你按的时候，它就自动切换到所谓的滤镜，滤镜，好，滤镜，滤镜里面你现在看到很多，这个是新的，对吧？挖痕啊，相机的模拟啊，哈，这个。老实讲，滤镜我用的不多了，像这种综合电话哈，还是什么相机模拟啊，平常我们就很会动了，所以不用模拟啊。因为其实说呢，你的如果用相机或者是那种小的 DV 有没有？本身哈，因为体积就轻，所以本来就比较容易晃动。你看，如果以前那个电视台那种大的，你知道？给大家看那张表台，你要怎么换？你换给我看呢？我也不会换，因为一台就好几公斤啊，哦，所以它不会抖。但是小的，尤其你要，你看你用数位相机去拍好，不要那种抖抖抖抖抖，对吧？哎，是不是有人晃动？对，真的不用模拟。那你看一下，我平常最常用的哈，平常比较常用的，像这种都是都还好，都不太会用到。我最常用的是在这边，我找一个哈。因为影片跟照片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影片在拍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暗，你看有没有自动曝光跟自动色阶，对不对？利用色阶或曝光哦，来，我先调一个，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虽然它叫做视讯滤镜哦，但是事实上不止可以用在视讯上，也可以用在哪里？照片上面哦，好，没有限制哦。好，那我现在丢进来的，你看有一个自动色阶，我把它关掉，发现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差一点点？有，好，那如果你不要，我先把它拿掉。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比较，因为自动的哈就没有什么好调整的。你看到这里还有个亮度对比的，右手边有没有亮度对比？当你真的很暗的时候，我会考虑用这个，稍微把它调了。那点到它之后，你看一下有个自定滤镜，因为它有很多种颜色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先自定一下。好，你就告诉他你的亮度跟对比。哦，太暗了，不要太亮了，我把边暗一点，先暗一点，然后对比调高或调低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要注意一下哦，你这边在讲，请问老师有没有看到有关键的？有的人很多人都进来调了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刚开始有用，后面就没有用？因为后面还有关键格，他没用，没有看到，这样就变成是一个动画，把变成多少？所以如果能另外一样的，就把这两个数字。把数字把它记录下来，4481对不对？点到后面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？4481，然后多少？一，8，对不对？那这样，因为数值一样，中间这个过程就是什么？大家都相同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，不然有些奇怪，那也没有效果哈。所以平常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。这个，然后另外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有几个比较常用，我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因为平常说真的，用到机会没有很多，改善光线也多多少少有效果啊。
他就说我们相机在诸位那个 TV 在拍的时候，光线不是很够，因为 TV 在拍。请问老师拍 TV 的时候，如果光线比较暗，你都怎么注意？它上面有个灯，对不对？灯上有效距离多少？一公尺以内，你要拍的都没有效果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改善光线或者刚刚亮度对比，可以做一些调整。好，做一些调整。好，那当然最好是你有那个另外买一个灯光啊，不然你会发现你的 TV 大概只能在哪里，只能在有比较正常户外的情况下比较正常，室内比较暗的可能拍起来效果都相对比较差。当然它有的有一些模式你可以去做调整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还有一个旧底片有没有？旧底片其实这个也还蛮偶尔会用到，虽然是有旧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而且它很好玩，有很多颜色哈，甚至你请看，这个就是它原本那一件的。我们刚刚看到它有个 New Blue， 那个是新买的，你看灰尘多一点，光很多一点。对，但还是一样哦，所以不要忘记哦，有发现吗？如果你希望它不要动得太夸张的，记得两个那个关键格都稍微调一下，好，稍微记得要调整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我把它删掉，来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有几个比较常用的，我们再看它哪一个。啊，这个肖像画，看到这样，你可能会想到一件事情，比如说像这个，以前比较早期有像什么来电五十啊，好，或者是像那种就是介绍介绍主角的，他会把画面把它弄起来，有没有？哎，那这个就可以用了。大家有很多形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大小你也可以自己决定，你看椭圆形的、圆形的，对不对？正方形的、矩形的。哎，你可以自己想，好，不过当然大部分还是椭圆形比较常见。那至于说柔边的这个比例，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。还有它的什么遮罩的颜色啊，我不一定要用白色和黑色，不行吗？对，好，所以这样就会让焦点会比较集中在中间那个区块，好，中间那个区块，所以这个也还蛮常看到，就是电上有人在用的。好，那大概就这几个，平常比较常见，大概就这几个。好。所以大致上我们在编辑这一块比较常用到的大概就这些功能。那么这些都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特效。好，特效。那么特效这边老实讲看起来好多好多，对不对？平常用的不多。那新版本我记得好像十以后吧，还是12开始有我的最爱，这个也蛮重要的，因为它特效越来越多。好，越来越多，那越来越多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心情啊，我不可能记住啊，不可能记住你放在哪里，所以有我的最爱之后比较方便。我们最常用的是哪一个？这两个，所以你看它摆在前面有没有？交错淡化，简而言之，它最早以前这个名词叫做融合，所以刚开始用的时候都找不到，它叫做融合，后来又改名字哈，来交错淡化，淡化到黑色，那你看哦。各位老师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进入到特效以后，有没有发现中间都多一块？哎，因为就是要放在那里的哦。那你看，我把它丢进来。好，请问你这个转场的效果多久？一秒钟，对不对？那它到底要怎么样才叫一秒钟？这样是交错淡化。好，你看哦，它的一秒钟就是你借我 0.5， 你借我 0.5。所以如果我前后都有一个，有没有发现我前后照片就是去掉一秒钟的？假设我前面本来是三秒钟，去掉一秒是剩两秒，所以你说静态的两秒钟还够吧？可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这一张，有没有说平行收放，两模变五秒钟，五秒钟去掉一秒还有四秒钟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两秒钟又要移又要看，那可能就很抱歉，你看到的时间就很短。所以为什么说，你在做的时候三秒，我们就好像很长，是不是？真正在播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快的，还蛮快的哈。这个是转场的部分哈，转场部分。那老师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转场只能用在什么？这两个中间。假设我希望它淡出怎么办？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，影片最后那个淡出，就照亮黑色画面啊，对不对？或者
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弹入看进来。你如果到这边的时候，这里我们有一个素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肩体这边。我们有看过视讯有影像，对不对？请问有没有这样色彩？色彩就单一颜色的。所以因为转场它有个特性，一定要两个中间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用黑色的带放到最后面来。好，放到最后面，这样我就可以很没关系啊，淡化到黑色啊，就可以放进来了。所以这样就可以做一个 ending 的效果，对吧？好，那当然你这个淡化时间你要做多长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了。好，这个时间转场时间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好，所以一般最常用的，老实讲就这两个，就这两个。那有没有别的地方也还蛮常用的？有，有一个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有个叫相簿，这个我还蛮常用的。通常因为这种比较炫的，会放在哪里？片头。好，这一层我们就拿到前面来。你看我拿到前面来，来，我现在都是一些他的东西，我先找一下哈。我们在这个影像里面，我先拿他的图库，有没有很多张？对不对？有一些啊，你如果有放进来，就有很多他的范本。好，比如说我想要这个，好，那我就按着它先丢到前面来。那么中间呢，我就可以加上，我喜欢的一个相簿的感觉，把它丢进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play一下。好，各位不要难过，那个如果显示卡来不及的时候就会这样，大部分应该是不会啦，但是我们发现说有些显示卡它记忆体不够的时候就出现这样。我把它变专案，我们稍微拉看看，因为有时候就这样连站也看不到。果然没有，就直接过去了，有没有？这样也是一种返场效果，当然这样，这个有时候会这样的。好，那原则上呢，这个里面呢，我们先看看它内建的，这个一定要丢进来才可以设定。来，点到它，这里有个设定，有没有？因为它是一个无法转入到素材库，跟设定，它设定里面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说 A 翻 B 翻它怎么翻，上下翻左右翻。好，我想可能老师带我您用你的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所以转场这边我就不讲太多，因为这个大家都会，大家都会，只是说看你怎么挑。原则上说真的，转场我不会用太复杂，因为太复杂看起来比较花，比较花一点。那还有些就是说有些场合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见得适合什么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去那种，像我看一下这里，有那种效果叫做什么旋转擦拭，擦拭，像里面还有像什么燃烧啊之类的哈，因为我忘记在哪里，炫光啊不是。不然哪一个有燃烧的话，像结婚的就不太适合那种燃烧的。所以你看有时候转场效果你要注意一下，不要有些场合不太适合，所以你要用最保险的，我通常就用这两个，就是当然最单纯。好，那我就把画面先还给老师，你可以先玩看看。